第七章，我还想告诉你。这时候，戴维听见有人在唱歌，唱得非常好听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看见一个漂亮女孩和十几个孩子一起从湖那边走过来。那个女孩就是照片上的人。吉玛，戴维非常高兴。啊，吉玛，我真的找到你了！王大鹏大叫着对吉玛说：“吉玛，有人给你和孩子们带书来了，是个外国人，他想见你。”吉玛往这里看了看，说：“好的。”我马上就来。王大鹏对戴伟说：“戴伟先生，想跟吉玛说什么？快找他去吧。你是最幸福、最快乐的人。”戴伟马上跑到湖边去找吉玛。杰夫也想跑过去，可是他没有去。他想。吉玛现在最喜欢的人一定不是他。吉玛长得很高，他穿着一件红衣服，比照片上还要好看。戴维见到他，客气地说：“吉玛小姐，你好，我叫戴维。”吉玛说：“戴维先生，谢谢你帮我们带书。”你很累吧？戴维高兴地说：“不累，能帮你们带书，我真的非常快乐。”吉玛说：“谢谢你，你的中文说得不错，学了多少时间了？”戴维说：“刚学2年，这次来中国，我又学会了一些新的字。”几个学生看见来了一个外国人，都走过来看着戴伟。吉玛说：“同学们，这位外国来的先生帮我们带来了新书，你们快去看书吧。”这些孩子都跑了。戴伟知道，他们和吉玛在一起过得很快乐。戴伟说。我刚才听说了你的事，你到这么远的地方来，想你的爸爸妈妈吗？吉玛说：“想啊，怎么不想？我想爸爸妈妈，还想我的弟弟，他们也非常想我。但是珍珠湖这里的人对我很好，我们就像一家人。”他们家里做了好吃的菜，先叫我去吃。我身体不舒服的时候，他们帮我买药，带我看病。他们就像我的爸爸妈妈、哥哥姐姐，我喜欢他们，也喜欢这个地方。戴伟又问：“你认识罗斯教授吧？他来过这里，还给你拍过一些照片。”吉玛说：“啊，罗斯教授，对，我认识，他是个非常好的人。”戴维问：“你们以前就认识？怎么认识的？”吉玛说：“去年，我打算上完大学以后到外国留学，所以就给罗斯教授写过几次信。”罗斯教授觉得我学习不错，叫我做他的学生，还帮我在学校找了一个工作。可是我来珍珠湖旅行以后，就想到这里做老师，没有去外国。我写信把我的打算告诉了罗斯教授，罗斯教授好像有点不高兴。上次他来中国。到这里来了，
他很想看看珍珠湖，他想知道这个地方有多漂亮，能让我不去外国学习，来这里做老师。真有意思，罗斯教授来这里以后，他怎么想？戴维问。他在这里住了几天，参观了我们的教室，听我怎么给孩子们上课。走的时候，他说我来这里做老师是对的，我在做一件非常好的事情。他回国以前，还从北京买了几十本书寄给我们学校。回国以后，他给我写信，说以后还要来这里看我们，帮助我们。吉玛说。可是，你知道吗？罗斯教授已经去世了。戴维告诉吉玛。我知道，他的女儿上个月写信给我了。我知道罗斯教授工作很累，身体很不好。上次来中国的时候，我看他每天都要吃药。但是我没有想到，他这么快就去世了。罗斯教授真是个好人，我很想他。吉玛说。我是罗斯教授的学生，他去世以前让我和我两个同学来这里看你，所以我现在来了。我还想告诉你，戴维想说我喜欢你，可是他没有马上说出来。第八章，我也喜欢珍珠湖。你要告诉我什么，戴维先生？吉玛问。我想告诉你，我来这里找你，因为我喜欢。老师，老师，你的电话。戴维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吉玛的一个学生就在很远的地方对他大叫着。对不起，戴维先生，我去一下就回来。吉玛说完就跑着接电话去了。杰夫看见吉玛跑了，就走了过来对戴维说。怎么样，戴维，告诉吉玛你喜欢他了吗？他是不是不喜欢你就跑了？这样吧，看我的。他不喜欢你，他会喜欢我的。听了杰夫的话，戴维笑了笑，没有说什么。这时候，秋田给戴维打来电话。他在电话里大叫：喂，戴维，你们在哪儿？快来帮我。今天上午，我因为想早一点到珍珠湖，早一点找到那个女孩，让汽车开得太快，开到水里去了。汽车已经坏了，不能开了。我现在要走着回丽江。戴维笑了，说：我们现在在珍珠湖，明天就回去了。你在丽江等我们吧，我的同学，好朋友，明天见。戴维对杰夫说了秋田的事，杰夫也笑了。啊，他想比我们早到珍珠湖，不让我们坐汽车，可是我们两个人来了，只有他不能来了，太好了，让他在丽江等着吧。杰夫这时候真的非常高兴，他想，吉玛不喜欢戴维，秋田又不能来，现在只有他可以跟吉玛说他喜欢他了。这个时候，吉玛打完电话也回来了。戴维先生，对不起，让你久等了。
刚才我的男朋友打电话来说，他从北京来看我，今天已经坐飞机到了昆明，明天下午就可以到珍珠湖。他来了以后，你们可以认识一下。你说谁？你的男朋友？他明天到珍珠湖？戴维听了吉玛的话，马上就不笑了。杰夫也不像刚才那样高兴了。吉玛说，对，他现在在昆明，明天下午到这里。啊，我忘了，你刚才说要告诉我你喜欢什么。对不起，你请说。他是要对你说他喜欢。杰夫还没说完，戴维马上就说，对，我喜欢这里，喜欢珍珠湖，我跟你一样，也喜欢珍珠湖，这里太漂亮了。听了戴维的话，吉玛笑了，戴维和杰夫也笑了，他们三个人都笑了。